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白公爵。今天呢，我就用这个新的这个雪拳啊，还有鲨鱼船锚来猎赏。现在我有400万奖金，今天我试一下达到500万，好吧？可以，那么废话不说，直接开始。那么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这套 combo 该怎么打。你需要把这个点数点到刀上，然后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给我开死人！开死人！就开死人！等着我！你等着！哎，我卡住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用不了了。啊！666，回来。OK， 我现在换了一个新的这个服务器，刚才那个服务器给我卡崩溃了。六大斧双刀，给他一个电拳加灵魂吉他，他能一秒破除你的剑纹色；再给他一个双刀，他能砍到你怀疑。我这可以直接接科目了吧？我赌他。Nice， 恐怖之神。14，打不到我了，打不到鸟了呀，兄弟。死。六魔法像，我吃的。我操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跑天上去了。继续看我操作，兄弟们，我1-3，2-3了吧？我一套控制，一套，一没有，他真的一个没人上，我打不到他。666，啊！要死！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，好吧，这次我不可能再输给他了。我这次已经打开了 PP， 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。虽然我已经2-3了，但是我这次必须要
夺回我最后的尊严，好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。